这也太美了吧！ 是我的冰刀。哇！Hello， 老铁们，我现在马上要飞沈阳了，希望待会儿落地不要把我冷死。 先去垫个肚子，然后等那个沈月下飞机。<笑>好冷啊，就是耳朵冷，东北人被冻哭了，真的不行了，真的不行了。哎，不行，我不能录了，我的手真的好痛。如果看到一个小店什么的，可以把那个耳套给买了。我现在这个手爪子也有点僵。刚刚买了耳包，然后还有这个咸蛋超人的帽子。 算了，太丢人了。我把我这个给你了。啊，这个叫尿罐，我头发静电了，弄不下来了。你可以讲，快了。 洗得好早呀，眼睛都睁不开了，腿长白山。小北川，好滑呀这！哇！ 错！是我的冰刀。呀！是。有请。 哇！冻北真的太冷了，外面冰窖一样，手机一下要停。现在这个耳罩就是我的护命神器。没有它，我可能死了。你看我刚刚出去玩了一下雪，这个手印已经红了。哇哦！所以我觉得我们可以上台了。好的，谢谢。红烧明太鱼，干拉皮儿，锅包肉。 蜂窝玉米，那是最爱。下山了，超冷。下雪了，我这辈子第一次见到这么大的雪。哥哥，哇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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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哈。 没有盐味儿，自己放，羊汤都自己放。这个羊肉汤吃的好暖和。感谢金教主，羊肉汤我先试一下。嗯。前面有牛啊！哦，有牛。这里下雪了，我们到延吉了。 这个车的后备箱已经被封住了。延吉。好啦，今天就是这次旅行的最后一天了，跟朋友一起玩真的很开心。<笑>所有人都在拍。<笑> 哇！豆饼，这也太好吃了！所有人都是吃。这个市场一股鱼腥味儿，蛮香的。
腥味，鱼腥味儿。哇，酱汁米肠，米肠好吃。年糕，年糕，还在买米酒，米酒。这里有好多糕。老板，我们要一个糕。老板要个这个糕，谢谢。很好吃，很好吃，好多好吃的店。早点吃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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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